好了吗？你忘了昨天白 Sir 和展博士吵架，说各自调查，各自取证。哎，不是，这甘柳园公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运作正常，冯杰在运作。甘丽园本身就不懂，所以一直在靠底下的人。图溪工艺品那边呢？简玲，简玲，简玲，那。 这个月的工资我查到了，来大家看一下啊，图溪文化工艺品是5年前才开始走红，经过的博物馆、私人展馆和拍卖行呢，并不是很多，5个指头就能数得过来，但是它粉丝却很多。这个呢是图溪爱好者的论坛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论坛哦，他们里面每天的浏览量都已经超过了10万。 阿卡莎，阿卡莎在里面是个大 V， 他呢经常会拍一些图溪东西的自拍，有很多人喜欢他。里面呢还有2个大号，一个呢是沉默的羔羊，另一个呢是富刀山下火海。沉默的羔羊经常会发一些图溪文化的研究，富刀山下火海呢会经常发一些图溪与养生。那上面有没有类似图溪人的留言，要杀死管理员之类的？并没有，大家都非常崇拜他，并且呢会称他为老公。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灵异现象？展博士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上面呢，经常会讨论一些这样的话题。简玲，你去调查一下论坛上的活跃人物。嗯。王上马涵，你们继续盯紧昨天那几个人。赵富，到，你去查一下甘丽园的公司，重点是图溪工艺品的背景。Yes sir。白池是甘丽园的死因。Yes sir。等等，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犯人侧写画像信息，应该从动机入手。王上马涵。 调查昨天那几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评价。赵富，怎么办？深挖甘丽园的背景，从5年前不，至少从10年前查起。蒋林，排查论坛用户。白池，调查甘丽园的死因。去。嗯。喂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去调查。 我这就把冯杰的档案调出来，我亲自查。神经！抄起来！哎，文书，你看我没有陈 Sir 的批准呢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包 Sir 来过，说今天档案室谁都不能进，你还有你们陈 Sir， 除非想调到沙头角分局，那就尽管来啊。没，文书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啊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嘿，展博士，文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过来查个案子，包局怎么不让进啊？ 他们不能进，你能进啊！包 Sir 有交代，你是例外。哎，进来吧。我是例外啊，对。张博士，你慢慢看啊，想查什么就查什么。我呢就在这边待着，有事你喊我啊。哎，好。哎，白雨桐是2009年加入警察学院，冯杰也是同年。 2009年呢，又被借走了。是你。赵军。 这次我不会让你逃。文书，喊人。文书，文，谁都不能见。他听不见的。错误引导，对方清醒的状态下进行错误的干扰。 难度非常大，这个很费我体力的。少给我装蒜，看我这次怎么把你给扔进警察局！如果你把我抓起来，那你就永远无法知道甘丽媛是怎么死的。你知道这个案子？虽然我人不在警局，但这些事情如果我想知道，随时都可以知道。这个案子跟你有关？ 说有关也确实有关，但说无关也无关。登录这个网址，上面有你需要的答案，但密码你得自己破解。你相信灵异的力量吗？它确实存在。 谁都不能见。哎，展博士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账户是白雨桐的生日，密码是什么？ 不是白叔叔的生日，也不是包局的生日，难道是我的生日？都是瓷器和字画，没有图西族的东西。赵觉为什么会让我来这儿呢？游标迟到了啊！文物修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。 像这种瓷器，会经过光谱分析、清洁、加固、粘贴和补配10多道工序。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还有没有不清楚的？同学，进来。课才刚开始，进来坐吧。好。还接着我们上一堂课。单独调查就单独调查 ，SCI 成立之前没他，我不照样好好的？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。 每次出警我还得看着他，你说 boss 让他来到底干嘛？坑我呢？我觉得呢，他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他除了嘴巴厉害，还能干嘛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们感情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在警察学院做搭档那会儿，出生入死，那才叫关系好。不一样，我能感觉出来。哎，阿杰，要不你回来吧，来 SCI。 今天的课讲到这里，大家可以下课了。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走，我们快走，走，快。这位新来的同学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了，你也不用装了。说吧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我想问你，有没有听说过相师？相师？ 难道你说的是图西族的工艺品？我知道。那您知不知道图西族传说的能够控制火焰，隔空放火？图西族就以这个著称的。那您知道图西族如何去控制火焰吗？甘丽云，你想打听他的案子？你知道他的事？国内图西爱好者的圈子很小。 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传得很快。不要说他死了，就连他受到恐吓信的事，我都知道。您跟他很熟？不熟，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？他们只用拍价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。你觉得这只瓷碗值多少钱？提示。 我前后用了3年来修复它。影青色的釉水，纹饰有刻有画。我不太懂行，所以不太清楚。但是我能感觉到它的魅力，而且您花了3年的时间去修复它的话，应该会挺值钱的。眼光不错，但你不会估价。这只瓷碗顶多值300块，多了不值。300？不会吧？真正的艺术品。 有着触动人类灵魂的能力，不是用价钱来衡量的。可惜甘丽媛他们不知道。甘丽媛的公司，他们应该没进东航。我说的是甘丽媛和莫宁他们。莫宁，沉默的羔羊。莫宁。 不仅仅是甘丽媛的棋子，她还是利益链上的一环。哎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！这是沉默的羔羊最近一次的登陆地址。啊，天境新城701，这就是莫宁的房子。快通知白 Sir 吧！ 喂，白嫂，我们查到了，是莫宁，马上去莫宁家。哎，白嫂，您怎么知道的？阿卡莎的论坛直播，来自恐怖之王的神谕，羔羊将在烈火中沉没。走吧。七族在哪儿啊？白雨桐。 白 Sir、詹 Sir， 你们也来找莫老师啊？嗯，我来带你们上去。这边。月啦，月啦！阿卡莎，恐惧之王的神谕就要应验啦！来，走吧。又是一条人命，环境完全不一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灵异现象。你说什么？高温燃烧产生气流。别再扯灵异现象了。但是你要怎么解释？两个案发现场环境完全不一样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 现在已经2条人命了，是你说的，这不是灵异现象。看什么看？处理现场！你在。 恐惧之王的神谕应验了。富哥，冷静！开始，我今天就是喝他的嘴，我要让他说出来。你不能乱来啊！这有什么侮辱人员？你看白 Sir 都成什么样了？好了，白 Sir 没怎么样，反而激动的是你，好吗？我，哎，坐下。 啊，开始，我问你啊，你在这个论坛是不是有很多粉丝啊？他们只是追随恐惧之王和突袭。好，那你既然知道沉默的羔羊就是莫宁，那另一个富刀山下火海的人是谁啊？是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预言已经应验了。 我是遵循神谕来到他的面前的。那，你说的神谕就只有这些了吗？嗯，是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不好办了呀。什么不好办了？时间。如果时间对不上，那预言就不成立了，对吧？嗯。你们是怀疑恐惧之王？我们怀疑的是你。 既然你不是罪犯，那你一定是从罪犯那里得到放火的时间，然后假装成预言家，对吗？你竟敢质疑伟大的恐惧之王迪亚波罗之萨卡莎！好，在此预言。哎，好了，坐下，倒到后面监控了。 你们 SCI 将会有人受到火刑的制裁。我在医院找到了他做陶瓷牙的记录，对比过，没错。 尸体就是莫宁，火势是以莫宁为中心蔓延到整个房间。死亡时间呢？死亡时间1个小时以内，在你们破门而入时，他才刚烧起来。和上次一样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火种，而且尸身和现场发现大量的无氧化20。 你的意思是，吕美反？嗯。怎么，今天展耀怎么没来？他回来的路上一直神神叨叨的，不要说是什么灵异现象，估计吓得不敢进来了。说不定他说的是对的。你也跟着发什么神经？哪来的灵异现象？不然怎么解释？ 老师，这么一个人品好、有修养、爱岗敬业的人，就这么没了。别难过啊！这老师和学生之间怎么说的这么像？太可惜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当时为什么在现场？明天有课，我的书在莫老师家，所以我想去拿。你撒谎！我查过你的课表，你明天根本就没有课。你最好给我说实话。哎呀，跟人客气一点。其实我是担心莫老师才去看他的。担心什么？莫老师说，他见过涂曦。什么时候？在哪？我不知道，那算不算见过？什么意思？莫老师说，他见过的是涂曦的鬼魂。鬼魂？鬼魂？鬼魂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我问题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案发之前为什么跟冯杰在一起？我吃饭的时候刚好碰到他，他发现阿卡莎正在论坛做直播预言。这么巧啊！他走之前我给他做了笔录，自己看。现在你在查什么？我在查莫宁还有周璐啊。调查什么？展博士。 你是在审问我吗？我问你在调查什么？我查了一下他们之前的论文，你猜，他们5年前在研究图西文明之前做的是什么？不说拉倒。你说鬼魂，你再说一遍。 莫老师说，从1个月前开始就见过好多次，就在他住的小区里面。涂曦的鬼魂，那个身影，莫老师亲眼见过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可是每次保安来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找不到了，涂曦好像消失了一样。 小徐，我去调监控，啊！那为什么你们上次来却什么都不说呢？是莫老师吩咐，怕影响研究会，我不敢过问。好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这个论坛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莫老师是版主。另一个版主。 富刀山下火海是谁？富刀山下火海的 IP 地址查到了吗？还没有查出来。IP 地址经过多国反复跳转，现在没有正式结果。不过电脑正在对比 IP 地址数据库，明天肯定能查出来，你慢慢看，我先说会儿。那个阿卡莎呀，我早晚把他弄死。白三儿，那个阿卡莎坚持说那是巧合，我们没有办法拘留他。白三儿，这线索又断了。那可未必。周璐说，莫宁在小区里见过涂曦，不过见的不是真人，而是鬼魂。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魂。白 Sir， 王勺去调监控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白 Sir， 找到了，监控录像，里边确实有涂曦，我看过了。啊，赶紧。和周璐说的一样，没错，类似这样的视频一共还有4段，我都看过了，跟这个情况都差不多。哎，这明明不都拍到了吗？而且出现这么多次，这保安为什么说抓不到呢？保安去了好几次，每一次都找，可是每次都找不到，那图信就跟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哎，不可能！哎，你们说啊，会不会真的是有鬼魂啊？ 谁再给我提什么鬼魂不鬼魂的，就给我出去！那另外那几段视频怎么办啊？还有，门卫跟大楼的金库。哎，贾玲，你放一下，贾玲。哎，你们看，2点18分。如果我们从甘丽园按照他上次起火按3分钟算的话，那么真正的起火时间应该是在2点15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门卫这边啊，第一个沙卡沙。 他是2点20分进入的，你们看啊，紧跟着是白 Sir、冯杰，然后是展博士，那最后一个是周璐，都是在起火之后。而且我问了保安了，保安说今天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老邵，最后一段视频能不能给我放大一些？展博士，这个真不行。 那小区的摄像头分辨率太低了，而且又是晚上拍的，就即使咱们把画面修复了，估计也很难看清楚。难道又是错觉？莫迪有精神类疾病？不对，公孙的报告里没有写。都不对。摘要，冷静一下。 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这上面完全不合理，根本说不通，简直就像是灵异现象。够了，你能不能理性一点？我理不理性关你什么事？我管你呢，是因为你是 SCI 的人。还有，这么不理性的行为，根本不像是你的表现。白三儿。 我麻烦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不要忘了，咱们现在是分开调查。你也不要忘了 ，SCI 我是组长。就你一天神神叨叨的说什么灵异事件，你不就是怕鬼吗？谁不知道啊？好，就像今天说的，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，各不相干。好啊，说得好啊，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。 各不相干，说的多威风啊！我刚从市区回来，上面领导都在表扬你们，说你们俩团结一致，合力破案。可我刚回来就看到你们给我捅这么大篓子，2条人命，县城整栋楼差点也烧了。你搞什么白玉通？为什么不跟我报告？包三，其实是我在外面都听到了。你别在这儿跟我扯什么灵异事件，老规矩。 1周之内必须破案，如果不能，全体洗厕所。Yes sir。包三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哎，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孙他不在这儿。我不是找公孙的。 你找我干嘛？我也不是找你，翟耀呢？他不在。我听大小丁跟我说，翟耀最近跟一个人走得很近。他交女朋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女的，是男的，一个在拍卖行修文物的。哦，那应该是他的现任吧？不关我的事。 反正我们现在说好了，分头查。你俩闹什么呀？难道你不担心展耀啊？你俩不是吵架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你说什么了？他不是怕鬼吗？我这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那么要面子，估计现在恨死我了。那不更要找？起来。 我知道他在哪儿。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？老大，这小子啊，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先生，你怎么样啊？我胳膊好像断了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胳膊好像断了。 老大，起来！他撞我了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夹。啊，你们碰瓷嘛？碰什么瓷啊？啊，谁说冤啊？不要欺负人啊！哎，有话好好说。怎么了？他不给钱，你给啊？钱，今儿没带，但是有别的。你看这个行不行啊？给你们老大吧。 我着火了！哎呀！赶紧去医院吧，这会儿真疼了。哎呀！老大，走，老大，走，快走！小警察遇到碰瓷的事儿这么没辙，出息？怎么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还生气呢？不就是个魔术吗？来，我告诉你。不用了。 我都已经找到资料了，那个不就叫做冷火吗？你就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人体自燃的？想知道？说呗。你猜？哼！哎，来，我告诉你。 看着，这都骗小孩子的，还没完呢。看着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这叫 misdirection， 错误引导，也就是魔术师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别的地方。就是说。 刚才你一直在给我看你的左手，实际其实一直放在你的右手里面。没错，很简单的心理盲点。盲点？啊！就是这儿。 是不是那儿啊？你快看看！走！工作以外的时间，我喜欢热闹。对了，还没请教，我叫商洛，修复文物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呢？我叫展雨桐。哦，展雨桐啊，上次的采访是为了写稿吧？报道写的怎么样了？ 还差一些资料。我印象中，图西文明除了消失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品。你是说鹰王面具？没错，就是鹰王面具。先生，两位是吧？哎，要不要试一下我们这里的最新产品啊？ 又便宜又好喝，又适合你们两位，好吗？哎呀，随便了。好，新啤两杯。哎呀，白雨桐，你怎么来了？等一下。哦，你们认识啊？哎，这边啊，这边。哎，请。张雨桐，是你朋友啊。 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展雨桐，怎么了？展雨桐，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们真够有意思的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商先生，有事就跑。 看来你这个线人不靠谱啊！人家成熟稳重，比你靠谱多了，不像你，还玩跟踪。我是怕你出事啊！之前说好分开调查就分开调查，怎么现在又来关心我，猫哭耗子。哼，你搞错了，你才是猫。我不需要你关心。那，我可已经提醒你了，你再闹那就拉倒，拉倒就拉倒。 别跟着我！谁跟着你？就一个门。还能吵架，真羡慕你们。哎，非常时期，是不是应该少喝点？那你走，我自己喝。哎，你呀。 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我说你当年，你不留警察学院又不留警队，说实话，真可惜。我不像你这么有志气，我家里穷，能过个小日子我就满足了。当年你总成绩第二，就排在我的后面。你退役时，想要你的国外安保公司多着呢，啊？结果呢？你看看你现在，跟着一个土老板。世事无常。 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料到的。你老板不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本来说这次展览结束之后就辞职不干了。再说了，我女朋友也不想让我这样飞来飞去的。你有女朋友了？我有女朋友怎么了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我睡你上铺3年，从来没听说过你传绯闻。 你现在突然就说有女朋友了？怎么？我有女朋友，你没有？妒忌啊？去，怪不得。本来是这样打算的，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等案子结束再说吧。这案子一时半会儿结不了，况且我跟展耀闹翻了，现在只能一个人去查。对了，贝雨桐，问你个事儿。 你们 SCI 管人事的是包 Sir 啊，我想让你帮我向包 Sir 推荐，让我加入 SCI。李菊彩啊，白 Sir 你不要忘了啊！3、2，白 Sir 你。